发票等人视频，有些剧作大家自以为很了解，但事实却并不是那样的。也许那些听起来槽点满满的剧作，可能会是你现实中最好的朋友。处女座真的是槽点最多的星座了。一提到处女座，都会出现洁癖、强迫症、毒舌王这样的标签。但现实中，处女座其实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星座，他们会给身边的人传递正能量，遇到不平的事情也会挺身而出。有这样的朋友，应该每天也是能量满满的。双鱼座很容易被人说是处女，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总是喜欢用爱去温暖身边的人。双鱼座在哥哥大姐面前去照顾宠爱他们，双鱼座可能是因为太好才能陪着吧。但是这么好的朋友，谁不想拥有呢？天蝎座每次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高冷，让人有畏惧值和距离感，所以他们才会这么容易招黑。虽然经常被黑，但天蝎座自己本身也是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他们凭自然的花心思去跟别人打交道。其实如果我们用心去了解天蝎座，他们还是有很多优点的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星座资讯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、居家风水布局、灵符法师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